看到这个罐子啊，它扔起来以后，它在空中最高点它有一个停顿，那个停顿的时间就是你发射，就是你打的最佳时机，那个时机是最简单的，反应速度要稍微快一些。新手不要练啊，新手练容易打眼啊打手啊，就是有基本功的老铁们可以尝试一下，装个逼还是可以的啊。学会了，给个双击666啊，谢谢邀请。扑克牌切断这个蒜苔看效果。新手的误区啊，你打不准三种因素。第一种就是你皮筋上下是否重合成一条线，去这样用秤砣对准目标。第二种就是弓是否推正，不要偏斜。第三种就是定位在一个地方的圈。